善良法典共分为六篇，分别为道法、贼法、囚法、捕法、杂法、刑法，基本内容大致分为三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为最美的时刻，留住它，留住它。不跟屋主一起吃个早饭吗？啊，我民警署还有未处理完的公文，就不吃了。裴兄，小苏，银子你不要了吗？太奇怪了，太奇怪了！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里面请请。哎呀，恭喜啊！欢迎欢迎！君子这边请，请请。哎呦，殿下！傅大人，殿下光临殿试寒舍，蓬荜生辉呀、啊！傅大人不用太客气，我和子佑平日里兄弟相称，他的大喜之日，自然要凑个热闹啊！哎，新郎官呢？他呀。一大早天没亮就出发接新人去了，这小子还挺心急。纳亲迎娶是人生的大事，礼数可不敢怠慢。我也请。对，子卓也跟着接亲去了吗？哦，刚刚忙昏了头了，也没在意那小子，应该去了。苏少叔，哎，申少叔啊，哎，我听说吏部刚送来文件。